让我们一同翻开圣经《约翰福音》21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啊，慢慢的读到19节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好像到了提比利亚海边，看到我们的主，看到彼得在打鱼，却没有收获。主耶稣靠近彼得3次的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我们 PowerPoint 也有吗？好，一同来。解释是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，他怎么样显现？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，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第5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那是西门彼得扯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把网子拉上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哪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把刚才打的鱼打几条来。”11节，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捞网网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雨虽降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餐。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解释第3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餐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2次又对他们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3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19节。好，19节在圣经哈，没有打在上面啊，应该是有的。刚才好，我们一同翻开圣经，19节很重要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。说完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你如何在提比利亚海边靠近彼得，向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”主啊，今天下午你同样的来到我们身边，问我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”喂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
主啊，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，向我们施恩，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三个弟兄啊，都坐在这边来啊，我们都集中，这样我的眼睛不需要呜呜，我们都集中在这边哈，哈利路亚，啊，这样坐在一起，我们不是更旺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，从开始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什么的景象？前面二十一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你看到些什么？看到一个很荒凉、很可怜、很无奈，好像大家又冷又饿。然后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打不到什么，甚至连耶稣问他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没有，何等的困难。而且最令人伤痛的事情是彼得这位大使徒啊，主耶稣给他权柄，给他恩赐，三年半带领他，训练他，他能够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你看多伟大，多有影响力。十二个使徒当中，他是为首的。甚至主耶稣清楚地呼召他，说：“从此你要得人如得鱼，不要再做渔夫了，跟从我。”得人如得鱼，这何等荣耀的一个的委任，一个使命，在彼得身上，好像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但是当我们一读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非常的难过，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，被耶稣所委任看中的使徒，居然重新的到海边重操故业，去打鱼去了，好像完全忘了耶稣的使命，耶稣的委任，忘光一切了，打鱼去了，甚至不是单单自己打鱼哦，还把其他的使徒也带去了，不干了，什么得人如得鱼，我们真实的去打鱼吧，这个比较真实，去赚钱去比较真实。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，被耶稣所信任重用的一个使徒，为什么软弱跌倒到这个地步，忘了一切的使命，重操故业，究竟为什么会那么的可以说让主伤心，完全忘了耶稣的托付，去打鱼了，究竟什么原因？当我们了解整个的上下文，彼得所经过的一切，其实你发现彼得这样做也是蛮自然的。假如换成你是彼得，也很可能你就不传道了，不再干了，去赚钱去好了。因为彼得跟这些门徒，他们跟随的主三年半，想想看，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需要是谁帮他们张罗安排的？主耶稣，没东西吃，五饼二鱼，喂饱五千人，甚至逾越节的晚餐在哪里过，不知道，耶稣为他们安排。哦，你要进城，看到一个人拿着一个水，你就跟他就对了。
主耶稣真的是照顾门徒生活各方面的需用，完全无微不至。结果耶稣被抓了，耶稣被钉了，主耶稣不在他们当中，好像当年将来照顾彼得、安排彼得的需要，很实际的。彼得没有吃的，好不好？告诉隔壁说，没有吃的，没有吃的怎么办？这个最实际的。彼得为什么重操故业？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原因。就是没有吃的，钱没有了，语言没有了，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假如今天你做传道，你在中国一个很穷的乡下里面传，传了三年半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吃的，你会怎么办？很可能你就会改行了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感谢神。我从费城啊，上上礼拜碰到蔡弟兄，我就想到我们在费城就认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蔡弟兄还送我回家。我从费城读完 TGM Westminster 的 courses， 传教我们都搬到 Long Island 去了，因为 Long Island 有个教会要聘请我们。但是没有预先给我们搬迁费，什么都没有给我们，我们就凭着信心开了一部车去到那边住了一个 apartment， 啊，付了 deposit， 付了租金，再买一些零碎的东西。结果 checking 存款簿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了，真的是没有，口袋也没有钱。我很记得那天晚上，我跟师母两个开始紧张了，就翻箱倒柜，把衣服啊，把什么东西都找一找啊，以前有存小钱的地方都找一找，哎，不错，还找到这个一块多，零零碎碎，就是 cent 啊、dime 啊、quarter 凑在一起一块多，可以去买一瓶小牛奶给老大 Timothy， 那时候他才两岁多，喝了他睡觉。那天晚上我还记得，我跟师母就跪在那边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成为美国最穷的人了，没有钱了，但是是你很清楚呼召我们要来这里传福音牧养教会。我们就祷告，师母流泪的祷告，祷告完我们就睡觉了。结果我们真的感谢神。第二天早上七点多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打开门，就看那个信封就在门口。原来神感动了教会一个弟兄，在他上班之前经过我们的家放了一个信封。我一打开，$700，哈利路亚！真的好像主耶稣来到提比利亚海边，知道门徒没有吃的，为他们预备吃的。我真的感谢神。我穷，没有一分钱，没有超过8个小时，哈利路亚。当然之后传道也常常经历没有，但是每一次神的供应，所以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彼得为什么重操故业，真的很不容易的。吃的没有了，但是当我们再了解读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彼得所以离开他使徒的职分重操故业，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还不是物质的一个原因。假如你好好了解这些门徒使徒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常常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？常常会问耶稣一个问题，甚至耶稣快升天前，门徒还在问耶稣这个问题，是什么？你复兴以色列的国，是这个时候吗？
他们一直盼望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要的那个弥赛亚，那个政治坐在大卫宝座上做王的那个弥赛亚。甚至约翰他们两兄弟带着他母亲要跟耶稣说，让我的两个孩子坐在你的左右边，坐左右丞上。他们所要的是一个政治上掌权作王的一个国度，要推翻罗马政府的这种的统治跟逼迫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就像我们当年中国人被日本侵略统治，我们就是要打日本嘛，对不对？要推翻日本人嘛，啊！但是很可惜，他们对耶稣的这种政治上的盼望，最后当耶稣上了十字架，整个弥赛亚的盼望破碎了，失望了。他们不明白耶稣第一次来是要做受苦的仆人，要做那个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第二次耶稣降临在地上，才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在千禧年里面彰显弥赛亚的国度。但是当初没有一个使徒了解，他们失望，他们难过，甚至他们可能想，哎呀，跟错了耶稣了，耶稣没有做王，耶稣没有做弥赛亚，他们的盼望得不到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神学生，究竟你跟随耶稣，你信耶稣，你的盼望是什么？可能你有很多的盼望，哇，有人跟你说耶稣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，耶稣能够医病，耶稣能够让你得生命得得更富足，贫穷的可以更有钱，成功神学，有病的得着医治，医治神学，家庭破碎的家庭神学。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都有很多的期盼，有我们心里面的一个 agenda，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曾经跟同学讲过了，有一次袁志明牧师跟我交通，因为我住过 Princeton， 他也 住过 Princeton， 他认识的朋友也是我认识的，啊，特别给他受洗的张林志牧师就是我的同学好朋友。他说他刚到 Princeton， 普林斯顿，被邀到这些查经班里面，听着这中国学生做见证，中国基督徒做见证。我信耶稣，因为耶稣让我博士班毕业啊！哎呀，我今天到耶稣让我拿到绿卡，哇！我今天到耶稣让我生个儿子，所以我信他，都是为了好处。每一个所谓的见证，都是因为物质的好处才信耶稣。这个袁世明牧师跟我说，越听他们这些的物质见证，他越不想信耶稣。假如信耶稣是为了得到这些这些这些的好处，他觉得基督徒是非常自私，他不要信。这个后来是一位蔡姐妹，我也认识她，从马来西亚过来的一个华侨，送给袁牧师一本新约圣经给他读，哇，他就读，他是读书人，喜欢读。哇，读完圣经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原来门徒基督徒不是这样的。门徒的定义，儒家福音十四章记得吗？三大要求跟定义，你要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，否则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才能做主的门徒。甚至你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我，才能做主的门徒。哇，他读到这些他才明白，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自私的。后来他信主了，不是别人跟他传，越传越不信，是他去读神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对我们信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得着永生。但是神最宝贵的应许是要我们得什么？得生命，
得的更丰盛。一个像神一样的充满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的一个生命，圣洁的生命，而不是得生活、得物质得的更丰盛。这个不是神最重要的应许。甚至罗马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啊、物质啊，来在乎什么公义、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。但是当我们真的是爱主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东西神也会加给我们。你们我们也能够经历生命记二十八章神的应许，当我们真的是爱神，谨守遵行主的诫命，神要把一切的祝福给我们，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但千万不要想我信耶稣就是要得什么好处啊，得医治、得物质、得丰富。最重要的，我们信耶稣有一句话说 Faith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，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，得着神的生命，跟神有儿女的关系，父女父子的关系，这个才是最宝贵的。而不是要做王，得物质、得成功、得好处，否则你会像彼得一样会失望的。你们第三个，我想大家都想到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彼得才几天前啊，三次不认主啊。耶稣对他那么的爱，那么的器重，那么的帮助，甚至有一次彼得快要沉到海里了，他喊主啊救我，主马上伸手救他。耶稣真的是他的救命恩人啊，对他三年多的带领照顾信任，结果三天前他三次不认主，而且当主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主的话，他就怎么哭了。你就看到彼得心里面何等的内疚，觉得自己真的是罪人。所以我相信他里面的罪疚感让他觉得不配做使徒啊，还是乖乖的去打鱼吧。真的是不配，真的是亏欠，居然三次不认主。在最后晚餐，明明拍着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就是众人不认你，我总不会不认你，甚至与你同死，我都愿意。”彼得讲。所以彼得真的心里觉得亏欠，觉得不配，所以他打鱼去了。彼得虽然是那么的软弱，觉得不配，觉得亏欠，但你发现主耶稣有没有丢弃他？没有啊，主耶稣主动的来到提比利亚海边，在寻找彼得跟其他的门徒，不但是寻找他们，而且供应他们物质上的需要，让他们再次经历到耶稣的大能。一网打下去多少鱼啊？153条啊！然后耶稣就问彼得：“你爱我比只是更深？”这些东西是多少条鱼啊？153条，而且说是大鱼哦。谁数学比较好的？算一条鱼，大鱼，卖30块美金好了。153条多少啊？最少也4500美金啊，对不对 ？Round figure， 给你5000美金。你爱我比这5000美金、50000美金、500万美金。更深吗？真的不容易啊！今天我们是否能够爱主胜过
只是金钱、物质、地位。我真的感谢神了、啊！我看到张弟兄坐在这边，我真的为他感谢神了、啊。我们都听过他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他来上海有自己的事业，有大公司，是 CEO， 是总裁。但是主的呼召领导他，他真的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不单单是他，我每位神学生，你们，灵光、玉磊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这样。我们真的愿意爱主比世界一切的更深的，所以我们才会坐在这边。真理最可爱，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学生。哈利路亚，撇下一切跟随主，不容易啊。他说原来他在大陆也有很好的职业，整天玩游戏机乐得很但是当时的呼召领导他撇下一切。哈利路亚。迦南也是，汪浩更是在上海，他说住得很舒服的，他有一个小公寓，对不对？哪里来这边那么可怜啊，不简单啊。林爱广华不在，对不对？他们原来在中国都很好的，去了埃及受多少苦啊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我们真的愿意爱主比这一切世界的东西更深。而且耶稣三次的问彼得、哦、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三次？是否耶稣是要报一箭之仇？三次不认我，我也三次来故意刁难你。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什么原因？是耶稣要刁难他吗？不是啊。耶稣主动来寻找他。耶稣不是要来审问他、刁难他。特别我跟同学讲过了，假如你了解这三次的询问，彼得三次的回答的原文那个爱字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一次、两次、三次来问他。因为耶稣第一次问他你爱我吗，第二次问他你爱我吗，都是用 agape 不变的爱来爱我。而彼得每一次回答，他都回答什么？他用 Philadelphia 朋友的爱、弟兄的爱、友谊的爱来回答耶稣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愿意用友谊的爱，甚至可能是有条件的爱来爱你。但是你发现彼得回答的很有意思，他每一次回答的时候，他都一定在前面加一句字，加一句话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然后到了第三次，更妙的事情是耶稣居然改口，就用了彼得所用的那个爱的字，你愿意用 Phileo 朋友的爱来爱我吗？到这个时候彼得就更紧张了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从这样的对话，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？这个像原来的彼得吗？像不像？假如三天前的彼得，他一定拍胸口说，对，主耶稣，我永远不变的爱你，甚至愿意为你死啊！这个是老彼得，懂吗？但是当他经过了这些软弱跌倒，他谦卑了。其实当他要说，主啊，我要用永远不变的阿嘎比的爱来爱你，他不再敢讲得出口了。因为他三年前才讲了那么伟大的话，他做不到啊。其实彼得心里面所讲的朋友之爱，就是神圣不变的爱，但是他不敢再这样夸口了。
他已经真的在三次不认主之后，他流泪，他痛悔，他谦卑下来了，也看到他真实有悔改。彼得悔改了，耶稣来寻找他。甚至你发现他不单单按照耶稣所要求的，你爱我吗？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你发现彼得的一生不单单照着耶稣的这个爱的委托，一生忠心的牧养主的羊群，甚至他真的按照耶稣在十九节所说的，他真的用不变的爱爱主，甚至为主寻道。所以你说彼得回答耶稣的这个爱，是朋友会变的爱，还是神圣不变的爱？看到了吗？是神圣不变的爱，是一个委身的爱，肯定的固执的爱。只是彼得谦卑了，他学到功课了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从他一生的侍奉，他的忠心，他的寻道，你真的看到彼得他对耶稣的应许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的确是个阿嘎佩的爱。就在主后67年，尼禄王焚烧罗马城，逼迫基督徒，彼得为主殉道。甚至当时是很多的长老同工劝他快点走，大逼迫快临到，他也真的因着同工的劝，他逃出罗马城。他可以不死的，但是传说他出了罗马城之后，看到一个人要进罗马城，他就劝这个人千万不要进罗马城，里面会大乱。结果一回头，他发现讲话的这个人是耶稣。耶稣说，我要再一次回去再重钉十字架。彼得跪下来流泪，勇敢回到罗马城，被抓，被钉十字架。而当他被钉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自己不配。主耶稣是正钉十字架，你把我倒钉十字架，这是教会历史的传说。你真的看到彼得，他忠于他对主的应许，我不变的，永远的爱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面对耶稣今天下午问你，你爱我吗？你的回答是什么？主耶稣要求我们爱他，喂养他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。主耶稣要把一个伟大的牧人的使命要委托给彼得，但是大前提条件是什么？你是否爱主？真的是爱主胜过一切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假如没有这个爱的源头，没有这个爱的力量，彼得是不可能以他这样一个性情暴躁刚烈的人能够喂养小羊吗？给信徒擦屁股吗？一脚把他踢走了。真的牧养教会，假如你没有爱主的心，是绝对不能持久的。什么羊都有教会，你们啊，山羊啊，恶羊、怪羊，各种羊都会有。
踢你的羊，撞你的羊都有，披着羊皮的假羊也会有，真的不容易。我过去在香港牧会，后来在这个 Long Island 牧会，也在加州牧会，哎呀，真的是发现牧会真的是不容易啊！但是真的感谢神，有爱就有羊，你们，当你有爱就不会觉得累。师母坐在这边，前天她回家好累了，这个接到一通电话，媳妇打来的，你要不来看看小孙子啊？我们要带他出去玩了。哇，我看师母马上就，咦，不累了，就马上就穿衣服，就很快的冲出去了。哎呀，有爱就不累啊。假如我叫他，哎，放我能够做个什么小东西，哎，我好累了。哎，孙子都不累了。结果回来还乐得不得了，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今天小孙子爬那个溜滑梯啊，那个楼梯还会从后面这样下来的，才一岁三个月哦，那么聪明哦，哇，讲得乐起来了。有爱，什么都不累，真的。我看到我那个媳妇真的是照顾我这个小孙子，真的不容易啊。我那个孙子真的是好动，跟我老大小时一模一样。我这个媳妇原来 IBM 的工程师，他放下他 full time 的工作，只在家里做小小 part time 的工作，钱少了很多很多。然后24小时，我看他真的很辛苦，每一个时刻都要盯住这个小孙子撞的粉。现在刚刚学走路，你一不盯住他就撞了，啊，都要在旁边盯着他，啊，照应他。然后吃东西吃的桌子乱七八糟，看这个妈妈就收。但是我看他很喜乐。一点都不累，没有怨言，因为什么？有爱，有爱才能够真正的喂养、牧养主的羊。所以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神学生，不是在乎你懂得多少神学，多少的释经学，多大的恩赐，医病的恩赐。真的有一次说，哇，我的手发麻，可能有一病恩膏来了，这个很好，但不够。你们，你需要有爱主的心啊，更爱主更深更深，甚至爱到个地步，真的撇下一切，否则真的不可能做一个忠心的牧人。张弟兄最了解了，田牧师牧养教会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。没有一个牧师牧养不是带着眼泪，带着真的牺牲代价来牧养教会的。单单我看我们这个小教会，你们当中几个主要同工付了多少的代价？张弟兄、汪浩，每一位都是一样。 Carol， 只要你真的是要牧养教会，要去传福音，要去探访，要去关怀，各样的事情要处理，啊，弟兄姊妹当中有问题、有纷争，你要去处理，多少的难处，没有爱主的心，真的没有办法做的。我们都知道 Mother Teresa， 她在印度照顾这些麻风病人，从年轻一直照顾这些麻风病人。最贫穷的人，最被瞧不起的人，照顾了47年了，不是4年了，47年，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所以他的事工被肯定，拿了诺贝尔的和平奖。当他被访问的时候，问他什么力量让你能够照顾麻风病人，帮麻风病人洗伤口不害怕，你害不害怕？看到麻风病人整个的皮肤都长那种麻风的时候，你敢去碰吗？你敢帮他洗伤口吗？他一点都没有嫌弃害怕，
这个麻风病人。别人问他，你的秘诀，你的力量是什么？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没有讲爱，讲得更好。他用英文回答 ：“I do it for Jesus。”我是为了坐在耶稣的身上，我是为了耶稣而做的。他所看到的不是单单只是这个病人，他看到坐在小子的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爱耶稣。爱耶稣成为他47年照顾麻风病人的力量。难怪耶稣3次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喂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”你没有这个爱耶稣的心，为耶稣而做，为耶稣而活，你是做不下去的。当事工很伟大，有成果，或许你会做得很快乐，做得下去，但是像我们现在惨淡经营不太容易哦，我告诉你真的不容易哦。多少的传道人一生带领一个小教会15人20人，会在中国大陆乡村很困难啊，艰苦贫穷，剩下几个老人，你能忠心牧养吗？年轻人都跑掉了，我也跑。 Robert Morrison 在中国传道一辈子，在澳门就带了几个人信主啊，2个，就2个，真的不容易啊！没有爱主的心是不可能的。 Mission impossible。 再想一个仆人 Hudson Taylor 戴德森，他在中国传道，1845年去到上海，死在中国长沙，湖南。47年，他曾经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，很感动我们中国人的话。他说：“我有1000磅英斤。”中国人的传输之曲，我要1000条生命，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。是个外国人讲的，但他后面补了一句话，只要你看他的传记，他说：“我所以能够这样做，一切是为了爱耶稣。”不是他真的那么有能力爱中国人。他说 I cannot do much enough for my precious Savior. No, not for China, but for Christ. 他是为了爱耶稣，把他的一生，他的后代，一代一代都献给中国。我感谢神，我在华城毕业，我的院长戴绍征是他的曾孙。戴绍征，我的院长的儿子戴季中，现在也在中国侍奉，甚至他娶了我们中国的媳妇，融入我们中国的血统啊！他真的1000条生命，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，因为我是为耶稣来做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当中，无论你是神学生，是基督徒，耶稣今天同样的问你一句话：你爱我比基督更深吗？去传福音，寻找迷羊，喂养小羊，牧养羊群，把这些迷失的人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。这是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，如同耶稣把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委托给彼得一样。你爱我吗？喂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在我们当中有感动的，简短的
带领我们献上祷告，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志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愿意喂养你的小羊，寻找你的小羊，传扬你的福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慈悲的父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借着你忠实仆人的口，把你美好的信息来告诉我们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就是爱。主啊，我们侍奉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离了爱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能力，就没有任何的果效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有时，主啊，我们失去了爱心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啊，主啊，你用爱，用阿嘎贝的爱来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有时，主啊，却是用着友谊的爱，而且这友谊的爱里面还有很多的选择。主啊，我们亏欠了你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啊建起爱的火焰。主啊，让我们爱爱神，爱人如己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一颗爱心。主啊，我们来爱的力量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来建造啊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主啊，我们爱不够的地方，主啊，求你帮我们补足。主啊，有爱我们才能有一切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把这样宝贝的信息借着院长的口再一次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主啊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你为我们舍己，你为我们流血，成就这爱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爱传递出去。主啊，今天你再一次的，主啊，向我们呼召，你爱我吗？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爱，我们常常在软弱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，主啊，能够更新自己，能够用你的爱，主啊，来去牧养你的群羊。主啊，就求你，主啊，使用我们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。耶稣啊，你用你舍命的爱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爱？主啊，谢谢主，你对我们有如此的呼召，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美国来接受装备，接受学习。主啊，是的，更多的是接受你的爱。主啊，求主将你的爱满满的放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成为爱的管道，成为爱的流通，去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，让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是看见你。主啊，求主来带领。谢谢你，主啊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主啊，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总是有恩惠，你总是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以至于你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主啊，你还呼召我们，主啊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披戴耶稣基督了。主啊，你还要我们跟从你。主啊，如同彼得，主啊，你呼召彼得喂养你的羊，也呼召彼得跟随你来钉十字架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在人所不能够明白的，主啊，你却能够启示我们明白。主啊，你却能够让我们可以跟随你，背起十字架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感谢你。我们深信你是那样子的爱中国的教会。
以至于你两代的生整个家族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舍己。主啊，他没有留下一棒没有给中国人，他也没有留下他自己的生命不给中国人。主啊，我们深信这不在乎戴德生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。主啊，我们也深信他的舍己，主啊，如同耶稣基督的舍己，主啊，必换出一个，必换来一个为全球的人舍命的中国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为这样子的使命来摆上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成为那个活祭，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现在父神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愿意，主啊，为全球的人，为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生命来摆上。主啊，我们愿意，主啊，我们愿意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来坚固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把这生命的爱，主啊，浇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那圣灵来浇灌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合而为一。主啊，使我们可以迈出那宣教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真的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有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是丰盛，你是慈爱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把荣耀都颂赞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